实力歌手当导师砸场子的最佳现场。第七位，韩红，他是史上最惨的导师，别的导师都是各种表演大杀四方，而他却是被选手给整破防了。你掀起波澜，滚！说起这个选手，简直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，那就是大名鼎鼎的波澜哥，一个让节目称为韩红历险记的男人，一首收破烂直接让韩红灵魂升天。今天为我们带来什么歌曲？黄妈的离不开你。你鼓动风雨卷走了我，你掀起波澜，滚！再来一次啊。你鼓动风雨卷走了我，你掀起波澜，滚啊，我快疯了。你掀起波澜抛弃了我，来吧。你掀起波澜，滚，再来一次啊。再来一次。你掀起波澜，唱。你掀起波澜，滚。你是来捣乱的。你掀起波澜，唱。你掀起波澜，再见。